你好，看一下吧。谢谢，不用。看一下吧。不用。你这样不行，见人呐、你得笑，这腰啊得弯下去。这个呀、是我两年来总结的经验，你拜个师，再意思意思，就给你了。这腰呢可以弯，但尊严你不能丢。你哥哥我出来混的时候啊，你都不知道出没出声呢。齐长，我看你干保险干的挺带劲儿的。带劲儿，特别带劲儿。我浑身充满了干劲，充满了激情，真的。你这衣服，你来了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合适啊，特别合适啊！我这么个型男穿上这身衣服，这巴黎时装秀也就这样了。你知道我的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对我有意思啊？